象雄的文化就是本教，本波，雍中本波，雍中本波就是象雄文化，就因此他们两个是隔分不开的。象雄文化就起源于4000年左右，它孕育在雪域高原，里中外象雄，外象雄中心就是自珠山，这是藏语的叫琼宝六峰山，琼宝六峰山就是自珠山，可以说是它的文化的孕育，然后呢储存，然后呢把它分散在各个地方。当时本教的这个本是什么呢？叫本波，本波并不是一个教，本波是什么呢？本波是一个学者，只是一个慢慢的一种说法里面把它变成了一个教的一种说法而已，其实叫本波，雍中本波。象雄的精神它以文字来代表，文字来代表，我是信仰象雄精神的，就因此呢我用自己的力量身体的转动去把它转起来，这样的时候呢跟我就形成一个影响。当时的象雄的艺术的作用就是给老百姓产生那种精神的净化，它表现出来以后它很有内容，同时感觉这看完了以后人都觉得哎呀很轻松，想开了，别折腾了，就回家了，这就是象雄艺术特点。所以这样的一个文化，象雄的艺术带有象雄的精神去给它展现的时候，它有可能会产生更重要的作用。